不见会猜忌，试探两颗少年心。虽路途多舛，彼此在此知觉天地际。对弈难互插，黑白之争难定下。长日清闲抚琴，听此曲，谁佳人如画？何必独上窗牵挂？依然自得又一下，盼纵情长相守，共赏一眼风雅。那日烟雨蒙蒙，彩袖轻捧绿妆，闲来煮酒对弈与君同。谁料窗外风动，扰我一枕清梦。锦绣孤影长清风，花影压窗几重，夜色阴阳碧空，碧蓝一层重重逢。只是泪眼朦胧，月下听君私语，从此不必分。你连身份都可以骗我，还敢说什么真心？冬至，我早说过，我们一刀两断。冬，你对我而言就是敌人，你要是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就揭发你真实身份，到时候别怪我无情。你的东西，还给你。二王子，别令一发。我们此去秉州，既然二王子放不下李姑娘，为何不跟他说呢？以我现在的处境，即便找到他，也只会害他跟我一起吃苦，何必连累人家姑娘？走吧。父王生前曾与我提及安部之事，现如今父王已经过世，永庆国大权落入庆太手中。若他主张和平，为永庆国百姓创造太平盛世，我愿将王位拱手相让，从此隐匿山林，不问世事。奈何庆太野心勃勃，意欲挑起各国争端，届时无辜的百姓势必会在战争的荼毒中陷入水深火热。你们是父王在世时精心培养的安部军队，父王在临终前将令牌交于我，诸位可愿意随我一起推翻庆太暴政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？属下愿效权力，至死相随。东东，快给娘开门啊！东东，东东，娘知道你在里面，你听娘说啊，这个刘老太太过大寿啊，娘想带着你一起去热闹热闹，那没准啊，还能给你挑几个合适的青年才俊。你快给娘开门好不好？我才不想认识什么青年才俊。娘，你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想着如何去讨好我爹呢。哎，你这死孩子，说什么混话呢？从来都是你爹讨好我，我什么时候还用得着去讨好他呀？
娘啊，是想带着你去刘府见见世面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哎呦，你出来嘛，东东，你倒是给娘开门呐！啊，快点儿啊！你开不开？不开。哼，你不开是吧？我自己开了啊。啊，夫人。没事吧？行，你不给我开，你就在里面待着，别出来啊！快去叫人。是，我找人给你把所有的门都给你锁上，我看你出不出来。来来来，锁上锁上，我锁上了啊！东东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我可把门锁上了啊！你呀，就在里面躺着，什么时候想好了跟娘说，我再让你出来。行，就在里面躺着吧你。哎呦，夫人，慢点！我不让你出来，死孩子！慢点，夫人。那个母老虎的娘怎么把你锁得这么严实呢？爹，爹救我！爹，我在这儿呢。爹，我在这儿呢。爹。哎呦，冬至啊，冬至，你真是给爹丢脸啊！你娘就锁了一道门，你就出不来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怕把咱家门给踹坏了吗？踹坏叫踹坏吗？不就一道门吗？你爹还差一道门呢。母老虎来了，李长青，你快快快跑！谢谢爹救我，你们俩。哎，你回来！哎，你这个小王八蛋，你给我回来！哎呦！哎呀，你凶，气死我呀你！哎呀，我不活了，东东嫁不出去，我也活不了了。那个小王八蛋，这都是什么人啊？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你说你闺女是个小王八蛋。那我是什么？你能是什么？你当然就是个为老不尊的老王八蛋。你以为你是什么？啊！葛翠花，你敢辱骂夫君？你好大的胆子你！啊！嫂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急着干嘛呢？哎呦！我就刚才又被你娘逼婚了，还是嫂嫂懂我。我娘把我锁在屋里，不准我出门，还好我爹救了我。我正想找个地方躲一躲呢。哎，不跟你说了，一会儿我娘该追来了。哎，不是啊，外面乱着呢。哎呀，我知道。暗部一旦启动，永清国内必有一战。志愿者一战。可以换得百姓安康，后世太平。我们这一次回到永庆国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。唯愿这一战能够一切顺利，两国能重归于好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回到此处，也就再无限制了。是啊，这一去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回来。何必苦闷？我们及时行乐。及时，对，及时。思琴，我想起来我有重要的东西落下了，我得亲自去取。二王子，请速去速回。好。二王子，请代我向李姑娘打个招呼。怎么样，柜子里的衣服还在吗？派人去看了一下，当季的衣服都被拿走了，银两和一些值钱的东西都不在了，估计也是带走了。
好好好，李长青啊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啊，你从小就对这个女儿百依百顺，这下好了，出走了。我看她这次还敢回来，她回来我也不认她。她要是敢踏进家门啊，我就打断她的腿。切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你，成天弄得家里鸡飞狗跳的。行了行了，说什么都是我的错，该走的不是东东，是我，行了吧？去把这床拿回来。哎呦，没法活了我。这东东出走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我活不成了，我没法活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父亲母亲，东东啊，也只是一时孩子心性才闹出的这一出。如果你们要是相信我的话，我有办法找到他。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啊，崔家。是。保宁有一个不情之请。郡主，请讲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，东东之后的婚事就尊重他的意见，别让他嫁什么不喜欢的人。不行不行，你是嫁给了我们家千儿，你是没有什么顾忌。东东不行，那是我亲女儿，婚姻之事你不急他不急，我这个做娘的着急啊。哎呀母亲，虽然我跟东东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我是真心喜欢他，把他当成亲妹妹看待的。哎，你想一想，以前东东竟是在军营里待着，可是自打郡主嫁入我们李府之后，他在家的时间就长了，这就说明什么呀？这就说明了东东是喜欢郡主的。也没错。哎呀，母亲，你想想，东东啊，他是个烈性之人，就算这回找回来了，可是这事情有一就有二，以后但凡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都跑出去，那怎么办？家里不就不安生了？最重要的是，东东的时间不就被耽搁了？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他找个喜欢的，像您跟父亲这样多圆满。哼哼，君主说先由着他吧。你想想我们俩年轻的时候。行了，没羞没臊的。要是真能像你说的这样把东东找回来，那我就答应你这个条件了。一言为定。灵儿，东东走之前到底如何跟你说的？灵儿，灵儿只是起夜路过，灵儿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可没问你昨晚干什么去了，你这是不打自招了？啊，郡主饶了奴婢吧，灵儿是真的不知道小姐去了哪儿。不是，哎呀，灵儿起来起来起来，我也不想惩罚你，只是你也知道。东东一个女孩这样出去，在外面是冷是热，盘缠够不够用都不得而知。现在外面又那么乱，你要是知道什么就告诉我，也好让我安心啊。这，放心，我今天没有召见过你。冬至小姐说，既然这李府容不下她，她自行离开便是。哦，对了，小姐还说，有的是她住的地方，正好有段时日没去了。有段时日没去了，行，秦客送灵儿回去。嗯，别被人看到了。哎，秦客，把刘小满叫过来。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再来啊，慢走。您常来。来，下次见啊。怕是在等哪位姑娘吧？打理就好。哎，马上去。今天我请。慢走啊，常来。就是在这儿第一次遇见你。Thank you.
青鸾，你个大骗子！啊切！不能去李府，还能去哪儿碰到他？魏公子好生俊俏呀。你好，请问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大概这么高，有点壮，头发长长的，看上去呆呆笨笨的，但其实也是十分英俊可爱的公子。英俊可爱的公子呀，我们这儿虽没有，但是漂亮可爱的姑娘有一大堆。算了，哦，我还有事，我下回再来。哎，公子，哎呀，听你这么一形容啊，想必那位公子对你十分重要。不如这样，你留个字条，他日那位公子若再来，我转交便是。哎呦，只是啊，公子要是舍得花银子即可。不必了，他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。你别着急走呀，哎，公子啊，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，真的什么都不重要。哎，公子别着急走呀，你也可留下姓名，若那位公子再来问起我，我也好答复呀。什么神仙公子啊，他就是大骗子，大傻蛋。哎哎，公子啊，傻瓜，你才是大傻蛋。哎，李东芝，那个大傻瓜，明明是你选择离开的，还来这里干嘛？哎，公子啊。自由是自由了，可为何心里空落落的？青儿，我们还有机会再见吗？公子，想买把扇子？来，要不您买点这个黄瓜，也是这把也不错。今天刚摘，有看中没？小花呢？看一看，多便宜啊！这把不错，他一定喜欢。啊，公子手中这把折扇太大，适合手大的老爷们用。啊，若是送姑娘的话，这把圆扇更合适。对，他手大。就这把了。哎，好好好。臭流氓，敢占老娘的便宜！那个臭流氓，我打死你！臭流氓，这是活该！开花了，算你讲的好得快，不然我能打死你！想得到吗？人呢？他到哪儿去了？正好，正好，正好！一个个的，哎，别抢，一个个来。谁要先吃啊？我呀，哎衣服，别抢啊！谁再抢我就揍谁了。多谢。嗯，该你啦。多谢。嗯。哎，姐姐跟你们回家好不好啊？难道你没有家吗？嗯，差不多吧。家里逼着我成亲，我就跑出来了。可是我跑了一圈，发现这天大地大的，竟没有我能容身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找不到我喜欢的人了呀。没有喜欢的人就不算有家。他说不定就在你的身后呢。我娘说了，若你一直想着你喜欢的人，你会发现他其实就在你的身后，悄悄地保护你呢。你娘肯定是骗你的。我娘才不会骗我呢，是因为你笨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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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我这银子管够。哎呦，好嘞，来，慢点，公子啊，走了。公子，您坐车，快追上那辆马车。哎，好嘞，这边请。老宁，刘小满说你有事找我。老宁，宝宁，宝宁，噔噔，这位谦谦君子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呦，我开个玩笑，你别当真呀。这种玩笑开不得，我要你一直陪在我身边。陪着你。说吧，这么急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位谦谦君子，你妹妹丢了，你一点都不着急。她能去的地方就那么几个，你还真以为她能浪迹天涯去啊？哦，我果然没猜错，你肯定知道她去哪儿了。果然什么事儿都瞒不了你。东东她本来就不是个没有分寸的姑娘，留下这个字条肯定是别有用意。他临走之前透露说好久没有去那个地方，说明他之前肯定去过。你肯定知道吧？嗯，看来他这一次是铁了心不想回来了，所以肯定是去李老太那里。李老太又是谁啊？是我们远房亲戚一个姨母，给家里看着药庄的。之前小的时候我和冬至去过几次，不过长大也没去了。你就放心吧，这丫头精着呢，肯定不会让自己受苦受累的。这件事情我知道，我也不会去戳穿他。平日里也就算了，但是最近你也知道外面不安稳，那么多流民，我确实是有点担心。况且我已经答应爹娘要找回东东了，你得帮我。好，哎，这次就舍命陪娘子了。什么呀，东东是你亲妹妹，是我舍命陪君子。好好好，你说什么都对，明天一早就出发好不好？来了，公子，你要的鹿丸瓜片。鹿丸加鹿丸。谢谢啊。再歇会儿，再歇会儿。哎呀，乖乖，公子，你真是豪气呀、啊！想必这一路上可坏了吧？可您这样喝茶，那不糟蹋茶吗？啊？哦，真是好茶。这样的话，我再续一碗吧。没问题。哎，哎呀，我们这小店啊，续杯不收银子，热水就在那里，麻烦您自己续一下啊。嗯、慢用啊。小事啊。嗯。哎呀，几位客官，要点什么呀？不来无常。啊，好，您擦擦啊。您稍坐啊，马上就好。哇，这么多银子。一定是个富家公子，这个我赌几把的啦。好汉饶命，好汉饶命，饶命，饶命，好汉饶命啊！饶你一命可以，答应我三件事。少侠，你莫说是三件事，你就是三十件事我也能应。一，把这位公子的荷包一个子儿不少的还回去。二，不要说见过。就说地上捡的。三，从此以后戒赌，否则我现在就砍了你的手脚。少侠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走。公子，公子，你荷包落桌上了。哦。哎呦，你脸怎么了？刚才我自个儿摔的。
不对，难道是他？我果然是最笨的，你真的一直都在。真的一直都在我身后，是不是？嗯。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。哎，没事吧？公子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忘什么东西了？要不我把马调过头，咱再折回去。罢了，注定无缘，何必强求？把这些银两还有吃食拿去分给他们。是郡主。来来来，快来，都有都有，别着急。谢谢啊。你的你的。谢谢谢谢。慢着点。谢谢。哎，你的。谢谢。拿好。谢谢。你的。谢谢。拿好。谢谢啊。谢谢大。你的你的。总说着天灾人祸，如今没有人祸，天灾倒是不断。希望咱们的善堂赶紧建成，好给他们一个短暂的栖息之地。都有，别着急，咱们尽人事就好。老天爷看我们这么努力，一定会善待我们的。嗯，谢谢啊，真是大好人了。谢谢啊。小马，马车上可还有水啊？骏马，你看，死了。这水也没了，吃食也都分出去了，看来今天我们也得饿肚子了。老天爷看到我们这么努力，也是会善待我们的。东管家，董家的马车。董管家，哎，这不是迦南郡主吗？啊！哎呀，有幸在董府见过郡主。哎，郡主，哎，你们怎么在半道上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那什么，可以向你们借一些粮食跟水吗？哎呀，有有有，我呀这就去取水。啊，好。是大姐。哎哎哎，大姐，你大姐，哎呦，军，别动啊！军们，军武啊！你们把货物和食物留下，留你们小命，否则……哎呦，笑什么笑啊？严肃点，我们打劫呢！我认识你，你不是什么刘匪。我看各位兄弟也不是什么山匪之流，应该是被生活逼迫至此。可是如果一旦杀人犯法，就不能再回头了。我们不想杀人，只想要钱。对，就要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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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想伤人。宝宁，我看不要跟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废话了，你往后撤，我来解决。不是，如今这世道凶险，我相信大家本性不坏，可能是走投无路了。大家所求无非就是一顿饱饭，一个落脚地。要不这样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去处，如果你们愿意去的话，大家各凭本事，怎么样？有这等好事？我们在秉州正在筹建一个善堂，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可以拿着我的印信前去，等你们到时候有了好的去处再离开也可以。那您竟然就是迦南郡主，大家快跪下叩谢迦南郡主大恩呐。
叩见家来郡主大恩呐、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谢谢郡主，谢谢郡主，谢郡主啊！用不用等你、啊？不用了，我要在这待一阵子。东东，你这有多久没来了？也不来看看我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这次来就不走了，陪陪你。真的？嗯。来来来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哎呀，这姑娘长这么高了，来来来。冬春，本以为你我不会再见，也算是天随我愿，我就只能护送你到这里了。再见不知何时，愿你安好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姨母，我们也是好久不见了。您不来城里看看我们，那千儿只能来打搅您了。听说公子娶了妻，这位就是、啊、这位就是我说的我的夫人江宝宁。宝宁拜见姨母。哎呀，公子夫人，老父失礼了。哎，姨母，您就不必多礼了，我们就是来看看您，顺便啊。这顺便来找找丢了的小猫。你说谁是小猫？谁出来谁就是小猫呀。嫂嫂，东东，你说你这一走，我在家里都没有一个说天仙话的人了。我的好嫂嫂，这李家也就只有你是真心挂念我了。你这话说的，父亲母亲也挂念你，嘴上不说而已。挂念我，我也不回去。我这好不容易逃出来。行，正好我和你嫂嫂也打算在这住几天，顺便看看姨母、啊、也顺便看看你怎么个乐不思蜀啊。哎呀，别在这儿说了，快进去吧。走吧走吧。瞎说。石泉岭何首乌，哥，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啊！我这刚来你就赶我走，这个地方如此惬意，姨母正带着宝宁去药地里逛着呢。哎呀，有什么可逛的？药地都荒了。这以前药材丰富的时候，姨母没事总捣鼓配药，还研究出不少疑难杂症的好药方呢。哎呀，可惜了。我怎么把姨母的偏方给忘了？夫人请坐、嗯、来把它喝了。这是什么？我听公子都说了，说夫人自小就体弱，再加上此前的余毒未彻底清除，耽误了你们不少正事。我这大哥平时看着挺正经，没想到也如此猴急啊。哎，小姐，这可不能胡说，公子这是正经事。来、哦、我喝。哎呀，嫂嫂你慢一点。是啊夫人，这事可急不得，我已经按方给你配好了药，每日一碗，一个月见效。哎，姨母，我听东东说你这药庄以前种了不少药材，你有没有想过再种起来？这可是我老婆子的这些年的心病啊，我现在哪种得动啊。县下外面呢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，要是邀请他们来这儿帮您种地，然后呢以劳力换取吃住，您可愿意？这可是等灾情过去了，他们还会留在这儿吗？如果是付工钱，我娘那儿肯定过不去。所以咱们得做一笔长久的买卖嘛，愿意留下来的人呢，到时候就都是这药庄的东家啊。夫人的意思是？夫人的意思是等地里的药材都长出来了，可以试着供给药商，
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，足以让这个药庄重新火起来了。对啊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人人都有钱赚，还都是东家。知我者莫若夫君跟东东是也。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招人。哥哥嫂子，这件事就放心交给我吧。我们家冬至啊，谁也拿他没办法。哎，没想到有人离家出走，还能促成这么一大桩好事啊！这次我真的太开心了，哥，还好你们来了，真的。这耕种要地的人也是你找来的，要回去啊，肯定和爹跟娘啊好好夸夸你。哎呀，任你怎么说，我可都不回去啊，我还要给姨母帮忙呢。哎，你这话说的。哎，李谦，把这个放进去吧。哦，好。东东啊，这里一切呢，差不多也都水到渠成了。之后有什么打算啊？接下来，我觉得比起守在这儿，有个地方更需要可靠之人。这么说起来，你是说服冬至了？嗯，这么厉害，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吗？我答应父亲母亲要把冬至给找回来，那我答应了，肯定就得有条件啊。看来我们家宝宁还真是一好大夫。哦，我又成大夫啦？嗯，别人家大夫呢，都是治疗伤痛的，而我们家江大夫呢？是治疗人心，且治标又治本。你可别给我戴高帽，我其实是有私心的。哦，为了我？为了省钱。哎呀，其实是我跟董小姐以救灾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善堂，然后呢，现在不就缺一个管事的嘛，就觉得东东还挺合适的，一举多得。嫂嫂，嫂嫂，我阿姨母的方子给你熬了一大碗补药，你赶紧喝了吧。没感觉，没感觉。都怪你。既然冬至都这么努力了，看来剩下的就要交给我了。行啊，你忘了外祖母的话了吗？哎呀，你们这一来呀，时间都过得快了。公子、夫人、小姐，你们得空常来看看我老婆子啊。嗯，一定要常来啊。姨母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们明年还会再来的。说定了。嗯，姨母你也保重身体啊。好，快上车吧。嗯，走吧。上吧。走了，姨母。好。钱钱钱，又问朕要钱。这灾情一出，国库不就已经开了吗？上次左以明问我要钱，朕已经从内务府拨了一笔款给他了。怎么？钱又不够了，陛下息怒。陛下，这是礼部常常来的皇后受礼预算，是按照皇后娘娘的意思置办。奴才知道您最近一直忙着赈灾，已经压了挺久了。可，这眼瞅着娘娘寿辰将至，实在是不能再拖了。全都是讨债鬼，
这赈灾还没有结束呢，救皇后受典，像话吗？不如陛下就如实一告娘娘，受典从简，好减缓些银钱压力。不行，君无戏言，朕既然答应他了，让他随便办，朕就绝对不能食言。不过这能不能办成功，现在还得看他自己的本事。哎，你呀，去给礼部还有内务府带句话，就说尽量以合理合规的理由让他减少开支。奴才明白。这寿典在即，怎么样样都没有开始落实呢？啊，回娘娘话，娘娘所选材料皆为名贵上品，此番大批量采购，按照礼部规矩，须得先行在市场中进行一轮比价，参与的卖家为数甚多，还在比价过程中。你就找几家往年经常来往的官商不就行了吗？这有头有脸的商户早就在宫里挂名了。娘娘话是没错，可比价流程乃章程规矩，臣不敢不从啊。笑话，那要是一直有新的卖家参与，本宫还得一直等下去了。等等，这往年怎么没有这样的规矩啊？啊，回娘娘话，宫中大宗名贵物品采买都是经过比价了的，只是往年没有几家参选，所以娘娘可能没注意到。说来也奇怪，这今年不知为何许多民间商号踊跃参与，所以才迟迟出不来结果。是啊，那你就说这比价什么时候能结束，什么时候能有个结果呢？臣也不好估算，还请娘娘少安勿躁。那你呢？这寿典要布置的东西可都是从宫中去挑选的，我怎么也没见有人开始布置啊？娘娘有所不知，如今正是内务府一年一度的封库盘点，所有的器物都要挨个核验登记在册，内务府上下人员正在加班加点，争取早日完工，配合娘娘的调度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能开始布置。娘娘恕臣无能。好啊，我使唤不动你们两个是吧？这寿典是陛下亲自允我让我来办的，你们两个都不配合我，行，我现在就去找陛下，你们两个就等着领罚吧。这百合走。是。娘娘息怒，娘娘息怒。娘娘，娘娘息怒啊。哎呀，皇上这口谕一出，得了，这下算把皇后娘娘彻底给得罪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两害取其轻，宁愿得罪娘娘也不能违逆陛下吧。哎呀，左右夹在中间，里外不是人，还是大人您有法子。这内务府封库盘点可是事关着宫中的财物，哎呀，这纵使皇后娘娘也不好强行叫停啊。大人过奖了，以我看呢，还是您的点子好，找一些熟人的商户参与，拖延比价流程。请，请。陛下，臣妾参见陛下。皇后怎么来了？陛下，礼部和内务府那两个冥顽不灵的老东西，他们一个跟臣妾说是要比价，另外一个说是什么盘点库存，哎，反正就是支不出银子。岂有此理！朕第一次听说这种荒唐事。你是皇后，你要好好找他们理论理论。我理论了呀。他们说，这是陛下亲口允我的庆典没错，但是他们就是不配合我。要不是朕忙着批奏折，朕一定亲自去找他们理论。这样，你是皇后，六宫之主，他们都得听你的，你替朕去找他们理论去，就说是朕说的。陛下，你去说嘛。朕太忙了。臣
臣妾告退。爹罚东东刺绣，好不容易打到七寸，让你监督他，你纵着他睡觉，你回头怎么交差啊？哎呀，拿个丫头绣的送过去就行了。东东这女工的本事，你这当哥哥的应该更清楚。行，看来你又赢了。你不是让着我的吧？我才没有。这样，我们来个彩头，待会儿谁输了呢，就要实现对方一个愿望，怎么样？嗯，当真吗？嗯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来，不住啦，不打紧，下次可要注意棋子，别再掉了。怎么来了？魏叔，别再耍赖了。真来了。公子。郡主。嗯。公子，营中来报。该谁了？该我了，该我了。赢了。行，真的是你赢了这回。怎么不问我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我都依你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宫中传来消息，太皇太后重病卧床，吉凶未卜。收拾东西赶紧走。你是说太皇太后暴病了？外祖母暴病，我必须得回去。父亲母亲见谅。青儿，立刻带上府上最利索的家丁，还有最快的马，即刻出发吧。孩儿刚收到营中消息，军务缠身，实在是分身乏术。不过我让魏叔跟你一同前行，等我忙完之后立马追上你。公事要紧，你就别折腾这趟了，我去去就回。是啊，青哥哥，有李府的人马护送，出不了什么岔子的。再加上郡主在都城如鱼得水，可谓万全，你就安心处理你的公务好了。你一个人回去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最多晚一天，我立马出发。照顾好郡主，少一根头发都不行。是，公子。嫂嫂，嫂嫂，我陪你去呀。哦，哎呀，你又跟着添什么乱呀？你嫂嫂是要回京城处理正事。听母亲的。好吧，那嫂嫂你路上当心啊。嗯，快出发吧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嗯。彭晋岭、大雁山这两个地方地势非常的险要，地势西高东低，敌方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。可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不见敌方有任何动静。金霄，对于这两个地方你有什么想法？不是大哥，我这刚被我们家老爷子从云林派完任务回来。哎，你就废寝忘食地拉着我讨论这云林和秉州之间的联合布防。不是，云林虽然不算是山高水远吧，你说你起码也给我接个风，对不对？
你怎么了？火烧眉毛了这是？老宁又及时匆忙回宫了，我处理完公务就要去找他。你这小子回头慢慢休息吧。好，有家事了不起？哎，我是无所谓，但你得考虑一下人家其他人的经历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没有问题吗？好，继续，还有这一带，咱们看这儿。陛下，眼看这日子临近了，可臣妾无论去哪儿都碰一鼻子的灰，这样下去，这寿典还办不办得了？陛下，您当真不插手吗？陛下，朕有要紧的政务先去处理了，寿典的事情全权交给皇后，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。我娘娘，陛下这是什么要紧的政务？嘀嘀咕咕的见不得人。百合，你去看一看，陛下究竟做什么去了？是。外祖母，您快说说，您身体到底怎么样啊？不打紧，人老了，少不得小病小痛的。孟姑姑，你说。恰逢季节更替，老祖宗许是受了风寒，病势来得猛烈了些，医正给瞧了，几日药下去已然好转。田医正还嘱咐说，只要照顾得当，明日亦能痊愈，郡主不必过忧。郡主若是不放心，那就把田医正换来，亲自问问。哎呀，外祖母，老娘还不是担心您。陛下驾到。皇祖母，起来吧。宝宁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通知朕一声。我也是听闻外祖母抱病，临时进宫的，所以还没来得及去跟陛下禀报。皇祖母最近可安好？哀家不爽有几日了，没见皇帝来问过安，这会子倒是关切得紧。正逢前朝事多，孙儿竟然疏忽了老祖宗的身子，实在是不该。来人，吩咐御膳房做些皇祖母和宝宁爱吃的菜色。是，朕要一同用膳。免了吧，哀家胃口不好。方龄，哀家嘱咐过你，不要把哀家抱恙的事告诉郡主，非要累郡主来回奔波一趟吗？奴婢谨遵太皇太后口谕，寿康宫上下并无人通报郡主。这就奇怪了，是吧，皇帝？是在
的风光，就算命运。